让我们再次开启年度音乐偶像荣誉，请看大屏幕。他是从限定组合脱颖而出的全能偶像，凭借极强的唱跳能力，人气持续高涨。舞台上，他散发光芒，用音乐描绘对于蜕变的渴望。镜头下，他专注创作，融于角色，诠释无限可能。首张个人 EP《25》，尝试不同曲风，收获热烈回响。甜飒皆可，活力无限。他就是年度音乐偶像吴宣仪。他凭借扎实的说唱实力与舞台表现，从热血少年逐渐成长为全能偶像，变身说唱节目中最年轻的制作人。他坚持原创，持续发布优质单曲，横扫各大音乐榜单，用实力证明 rapper 的情歌更动人。梦想无限，闪耀舞台，他就是年度音乐偶像，小鬼。有请年度音乐偶像吴宣仪，小鬼上台接受荣誉加冕。吴宣仪，你真棒！来，小鬼，你真棒！二位感言。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宣仪，然后感谢时尚先生给我这份鼓励，今后呢，我也会用我的作品继续加油，然后我希望下一年还会再来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小鬼，然后首先非常感谢时尚先生给我这个奖，给我这个认可。然后我觉得我在音乐上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所以说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二位加油，掌声送给吴宣仪，小鬼加油。接下来